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跑，今天来称称我家的这条小麻犬，看看它有多少斤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就是这条麻犬，过来，它现在有4个月了吧？过来，过来。开始给它称，我对斤这个数字没有概念啊，不知道它到底能有多少斤，大概有10来斤。咱们称称看一下，准备给它上秤了啊，它有点害怕。我们采用的是这种老式的秤，要用袋子给它兜住。你别讲，用这样方法称。看看能有多少斤。往哪里吧？往哪里？打油吗？用来吧。有。有多斤啊？有40来斤吧。40斤了都。30斤。30斤、嗯嗯，这不钱啊，30斤的都。也是30，40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小麻犬有30斤，刚称了称。好了，我以为它就20斤、10几斤呢，看来我对斤还是没有概念的。称了称，有30斤左右吧，20多斤、30斤。它现在多大了？有，它是。9月份的时候都40多天了，现在四个月多。小麻犬非常听话，它的名字叫琪琪。琪琪，过来，琪琪。刚才称了称它，它现在有点害怕了，窝那不敢动。琪琪，有点害怕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大家拍到这儿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。你看，琪琪就在那儿呢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